前去电视钓鱼啊，昨天洗的澡，大东北大洗浴文化啊。我们来这个温泉钓场，就在这个洗浴隔壁。早上起来啊，洗完澡起来去钓鱼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它那里头是温泉水了啊。它里头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春捞一捞，有没有泥球。咱们去那边钓鱼，温泉大棚。今天是1880票，保底1200，有标鱼。多少条？50条吧，1500。想上岸，靠标鱼。有没有什么好日子啊？开眼啊！今天红城肉夹馍开拉了，开拉了，先开800，多开点。开700，我感觉挺多的，少开点。阿密，700。一杯一份儿，再来点，或者大点。爸，少来点果川。换右。四，我操，差点起帽了。要酒就来个大半盖。7杯水，OK， 行，洗完以后加床。那这水还行，没有我昨天洗那个温泉热乎。1357969666666，那边基本都出去了，这边基本都出去了，咱们就是那边啃了，肯定了。1357，全出去了，还有个9，这边。九是里边那二别还不是特别好呢，还不能抓着呢，还得往那边走呢。8号扔在那边，那不对，10号一个，10号一个。我摸一个了呗，是吧？十条号给那个倒数第二，第一个，不是啊，这边倒数第二个，九。真找不着底，2:30打样吧。不过那人耽误事儿了。拉的大点儿，坐着卧着，他们都3米开，咱们3米3开。100条换货呗。100条换货干啥呀？2.8吗？那不300斤的吗？这地儿挺深的，比沈阳的大棚深，比沈阳大棚宽。3.3有点长，3.3感觉有点长了，是不？是3.3，没拿错吧？是3.3。咱们5配3呢，是吧？不用怕了，就飞它就完了，是吧？5配3啊，今年的建筑啊。老板强烈建议我们不要太装逼，3配2、3配2.5了。告诉我们一定要不要装逼。100还不要少点。能钓多少条？钓俩还行呗。钓俩是少赔100是吧？这玩意儿不在保底的，咱钓多少鱼不在乎，就是钓标。多大都飞，
不惯他。哎呦，这直接掉。哪儿的？样样口，稳当当的。坐着窝呀，没有去年那么爆啊。哎呦，刚说完没有去。这鱼属实是有点大，就是跟我们那天钓那个大小差不多。前期窝量大点，哎呦我操，掉了。不能不能，拉出来的，怕啥的？就是肥呀。这鱼太大了。这鱼太大了，我是真飞不起来呀，不好意思啊。
哎呦我冒虚汗了，这个哎呀来一个呀，一个也不来，躲着走，大点我操，哥等一下跑一个，哎，来喽，好日子，切了还不知咋的是，啊，鱼好了，少陪蚊子，大蟹有最大，跟你老鱼来了没？又一个表啊？又吗？看错了，眼花了。哎，钓了，来了，又少陪五，钓鱼。又少赔，要亏啊！后期没有前期快。六盘来了，好日子！我这大呀！又少赔五十，又少赔五十。哎，门开开，凉快点。一口，两口，来吧，三口。哎，来了。哎，我看他这鱼吃的。杠骨头上了。提前两个小时卖鱼啊，口少了，然后也是一个保底场，咱们也过不了保底，就靠这三个小标标。三个今天都是最少的吧？我感觉好像，左边这哥们儿钓了八个，撬棍，来，一二，一二。留表咋的呀？啊？收工啊，去下一个地点。还有卖的没有了？没有了吗？没有。可能是河北。出发。